聊天的时候喜欢发表情包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啊？emoji 表情包里面有一个带着美丽光环的星球的表情，哎，很显然它就是土星了。土星呢是太阳系当中的第二大行星，它的体积是地球的七百四十五倍，但是密度却比水还要小。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水池把土星丢进去呢，它是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哎，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虚胖代表啊！ 土星之所以这么轻，它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它是气态巨行星了，主要是由氢和氦组成的。哎，说到这儿，也许有朋友就有疑问了，那如果宇航员站在土星上，是不是就可以穿过巨大的气团，直接就抵达土星的另外一面呢？ 想法的确是很美好啊，但实际上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土星上的风速高达一千八百公里每小时，而地球上能够造成灾害的十二级台风风速才约为一百二十公里每小时，可见土星的风力比台风还要强了十几倍啊。 除了风速极大以外呢，土星无法穿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了。气态巨行星,星并不是单纯的巨大的气团，它的内部核心也是包含着岩石和冰的。它们的质量呢是地球质量的九到二十二倍。虽然土星外层包裹着的是气体，但是越接近核心部位的压力和温度就会越高，气体呢就会被压缩成为液态或者是固态的了。如果有物体撞上木星啊，穿过其厚达一千公里的大气层，最终还是会坠入液。 液态氢和液态氦构成的海洋的。由于土星体积巨大，那它也成为了我们肉眼可见的最为遥远的行星啦。土星它外围美丽的光环啊，最早就是由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发现的。当时他只观测到土星外围有一层奇怪的物质，但是并不知道这些物质是什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土星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的揭开。一九七二年，天文学家探测到美丽的土星环，竟然是由一大片碎石块和碎冰块组成的。 它们之所以光鲜亮丽呢，是因为反射了太阳的光芒。 而且啊，这些碎块体积非常的小，大部分直径都没有超过一米。它们整齐划一的在一个平面上绕着土星乖乖的旋转着。哎，但是令科学家不解的是啊，离土星越远的碎块竟然跑得越快。哎，这显然不符合万有引力定律嘛。我们知道，引力是与距离成反比的，距离越远，引力就会越小，移动的速度呢也会越来越慢才对嘛。但在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另外啊，土星的不解之谜还不止于此啊。旅行者一号曾经 在经过土星的时候，拍到了土星的北极风暴，哎，它竟然呈现出一个规则的六边形。而哈勃太空望远镜所拍摄到的土星的南极呢，则有一个明显的喷射气流，哎，但是却没有北极出现的六边形特征了。哎呀，难怪啊，太多的未解之谜让土星至今仍然坐拥着太阳系光环之王的称号。我决定以后聊天的时候要多用用土星的 emoji 表情，啊，从他那儿沾点光回来啊。